我是公关列车长的2812年哦，7月5号瑞芳龙啊，10点25分所排的是 C354哦。风暴在江阴县刚树林的银绿色维修三分钟9399千二，比较 C64。树林发在江阴县刚树二，等于有51千上15840千二。在瑞芳南关米特门准备处理。好了，差不多可以走了，再见。拜拜，再见。VVVF C354也要在瑞芳南十里哦。好吧，再见。7月5号。